店，烧店的烟味弥漫隔壁是过树罐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啥短，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下家枪，印尼是空腹最擅长，后金虫造铁无三，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有如木染，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怎么该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，怎么该怎么该七尺难点手心开，怎么该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去就来，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，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一再重演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，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，怎么该怎么该东洋兵分的招牌，怎么该怎么该一杯我一脚踢开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新武士人前进，人者无名，是谁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如果我有进攻飞檐走壁，为人耿直不屈，一身正气，哈，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